上的，你疯了吗你？八十以上的冯蛋包。张兰23日替儿子发了10点声明，第6点间接自曝大 S 手中握有不利于汪小菲的证据，甚至小 S 及其友人们都知道。由为娘的声明中证实格外具有公信力，被网友讥是最强猪队友。他也删了声明，po了又删，删了又po，和我儿小菲的做法挺相相叠。张兰前一天直播，上一秒还声嘶力竭的护儿，那叫格局宝宝啊，那不叫道歉，他不怂，那叫格局，那叫一个挺。老妈力挺，一个赞。下秒不过还在卖货呢，转头就语音骂儿，他妈哪点做错了？80度以上的，你疯了吗你？80度以上的，冯蛋包。猪队友兰姐可是苦过来的，真的不是省油的灯。秉持着企业家的格局和胸怀，为民服务为人生最大宗旨，宝宝们应声，她有求必应，掌握了关键流量密码，3天直播9场，涨粉82万，经商头脑可比 BB 小飞好，起码有3克拉，最少，再画大点，要多少克拉的宝宝？卖这个，好。欢乐直播间啊，欢大点儿。绿茶套餐来，卤蛋配卤蛋啊，端起来呀、啊，套餐啊。没反应过。还有软饭呢，啊，对，手画的戒指免费送您了，明天买床垫，好累，今晚上夜里加班啊。你说咱们粉丝要什么，咱们有什么？绿筷子带金头，会包装吧？蛋打起来，来，蛋打起来喽！兰姐切卤蛋啊，不用剪子，不用刀，一根一根往下薅，薅的青包、绿包、大紫包，就剩一个大草包，不带有气了的，而且有赤的。哎呦，好像这。是绝绝配的和软饭，或者兰姐坐在床垫上给您带啊，别着急，床垫已经在路上了啊，宝宝。电表啊，电表今儿没有，昨有电宝宝，充电宝宝特好看啊，咱宝宝要什么咱有什么啊。我跟你说，小飞真这只关真是难过，太难过了。可能都过不去了，但是有一个强大的妈，那茶抢光了，一二三，哎，我们卤蛋抢没了，抢没了，肉都没了。发大财，发大财，发大财。